本期话题：脂肪肝不能吃什么？王世静，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中医老年病科主任医师。酒精类食物，那么我们是要禁忌的。这是一件，所以脂肪肝酒精类食物，不管是白酒、红酒，还有含酒精的，包括啤酒，我们都要尽量尽少食用，因为酒精对肝细胞具有损伤作用。酒精一方面损伤肝细胞，另一方面它也是高能量物质，它本身也在肝脏代谢，所以加重肝的负担，这是一定要禁忌的。第二类就是我们讲动物内脏。动物内脏呢，因为胆固醇呢，就是这含量太高，负担比较重，那么尽量呢就是避免。第三一类呢，就是我们讲油炸的食物，油腻的食物都是，比如说肥肉啊，或者油炸食品啊，这些都是要禁忌的，因为这样呢就是大量脂质在肝脏，本来脂肪肝，肝功能就会受到影响，肝本身功能在压力很大的情况下，再吃这油腻食物，脂质更高，那么一方面呢导致脂肪肝加重，另一方面呢还会损伤肝的功能。